奇怪，我开了冰箱，怎么看到我的遥控器在里面？吴老师，这个对失智还很有帮助。的确可以针对我们的失智，还有那个大脑的一个多巴胺有一个提升之作用。知道为什么它会摆在食物里面吗？因为它其实它对消化道非常好。花语叫做勇敢。勇敢，哎，勇敢，勇气之草，还可以做防疫的喷雾。是，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，锁定三立台湾台，健康有方，让您健康 N 次方。